最近几日，老是在梦里梦到母亲，想必是母亲想我了，所以搬到慈庵寺来，离她近一点，能够经常陪陪她。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这一个人住哪儿都行，不像你呀。万一你也学我搬到这儿来，那不是苦了豫章王？师太跟我说。 这屋是张传来婴儿的哭啼声。我没听见过呀，师太，你别吓唬我。如果你要不欢迎我住这儿，竟可能跟我直说。江夏王多虑了，凭你绝无此意。哥哥，我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别问东问西的了，不是找人吗？走。 我给你四处找找。走走走走。增派人手各处去找，重点放在慈庵寺后山，一定要确保不放过一个线索。是。还有，你再亲自去给我查一个人。谁？江夏王。 宋儿，吃饭。这几日你也辛苦了。我不。我知道，你还在为徐姑姑的死而难过。人啊，总是念旧情的。要不是形势所迫，也不至于此。是儿子无能，我与徐姑姑情同母子。 看着他就这么被宋怀恩给杀了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我想问父亲，让王安把徐姑姑引入室内，是不是你有意为之？有意为之也好，不得已为之也罢。总之，宋怀恩从此再无退路，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我父子了。 那我再问一句：如果那日闯入阁楼的是阿武，父亲又当如何决断？要是阿武，我心可就乱了。但你现在身为王室家主，我不希望你的心也乱了。你记住为父的话。 成大事者，心不可乱。吃饭。吃饭。 去那边，你们几个，去那，剩下的人跟我走。那处女好像是姓巴的，过来几个人，八，是。 快去禀报大王，是。 王妃，回去吧。
是谁这么狠心？是谁？人杀了徐姑姑？我已经有线索了，当今在场。 什么线索？先回府再说。在这儿说，当着徐姑姑的面说，姑姑遇害的时候，你哥哥就在现场。 你怀疑我哥哥？不可能！我和哥哥自幼是徐姑姑带大的，怎么可能是我哥哥？一定不可能吗？ 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吗？希望在母亲面前，我们还是无话不说的兄妹。说吧。 你想知道什么？徐姑姑，我只能告诉你。 徐姑姑的死是场意外，我这几天也是悲痛欲绝，不能自拔。
你在母亲面前都不愿意跟我说一句实话。傲物，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但你要记住。 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这个家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身后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别问了，我不能说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。 你不说，我也不能逼你说。我只是希望你现在可以悬崖勒马，停止你做的一切。阿武，阿武，京城太乱，朝堂太闲，你和小七赶紧回宁朔。 你说哥哥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让我们走，是想保护我们，说明京城定有危局。当前朝局混乱，多方势力都在暗中对着皇位虎视眈眈，只因我十万宁寿军在此，他们才迟迟不敢妄动。 如果此时你和你的宁朔军不在京城，他们是否就会蠢蠢欲动了？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大局，让出这方戏台，让他们粉墨登场，各显其能，看一看。 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贵妃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陛下，锦绣宫来报，四贵妃动了胎气，马上要生了。 更衣，是。哎呀，贵妃，使劲儿啊！贵妃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！啊！来了来了，贵妃，使劲儿！用力啊，贵妃！热水，热水！用力啊，贵妃！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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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贵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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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贵妃
这孩子怎么？苏贵妃立了大功，朕要加封于他。孩子呢？把孩子抱出来给朕看看。快，快抱来让陛下看看。 男孩，女孩？回禀陛下，生了个男孩。让我看看。锦绣宫所有人，通通重赏。谢陛下。 说的都是真的，老臣早就有疑虑啊。贵妃腹中的胎儿应该是一个多月了，只是这胎儿未降生，臣不敢妄断的。如今真相大白了，此事又关系到皇族的颜面。 臣不敢欺瞒，但此婴绝非龙种啊！恳请陛下饶老臣不死，臣愿辞官还乡，永不回京。 这几日，姑姑的气色已经好多了。过不了多久，姑姑就会完全康复了。姐阿五吉言，姑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我还等着你把静儿尽早的给我抱回来。等姑姑完全好了，我定会带静儿来看望姑姑。 静儿在哪儿啊？姑姑无需担心，静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阿武，你还跟姑姑不是一条心呢？太后，太后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是锦绣宫那边出事了。苏锦儿。 苏贵妃顺利产下皇子，听锦绣宫的人说，皇帝骂那孩子是孽种，估计是这孩子的身世
来历不明吧？我去锦绣宫看看。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。站住！告诉朕。背着朕做了什么？不想，我是被逼迫的。你简直令朕感到恶心。苏晴儿，朕接你入宫，封你为贵妃，赐你无上的恩宠与荣耀，你怎么回报朕的？你怎么回报朕的？你令朕背负奇耻大辱，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。陛下，臣妾真的没有想到会这样。陛下，臣妾心里只有你。
我与他之间还有恩怨未了，把他交给我吧。随你吧。 亲自送我上路也好，一杯鸩酒，留我全尸。 也算是可怜我了。我这辈子心里只装过两个人，一个是紫檀。 另一个便是你。我其实真的很怀念小时候在相府的日子，我们两个一起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那时的岁月真是无忧。 再高的话，风一刮就飘走了。我不管。我本是孤女，无名无姓。锦儿这个名字，还是你给我起的。苏锦儿，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。 如果我没有被情所困，如果后来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那该多好！可是没有如果，我这一生终是求不得。 做了错事，愧对于你。此生我不求你能原谅，这条命。 这杯酒饮下，过去的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江南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 你带着孩子到那边好好生活。
记得要隐姓埋名，各自保重吧，郡主。 夫君，夫人还没休息啊？嗯，玉秀。 咱们去豫章王府拜见大王和王妃吧。好啊，终于要去拜见了。我早就想去了，可是你却一直拦着。我在等时机。你跟大王亲如兄弟，你们俩见面，还等什么时机啊？ 如今的我和大王，同朝为官，凡事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随性了。好，朝堂上的事，反正我也不懂，听你的便是。 可是如若我把这些证据交给他，就是明着要挑起他和皇帝的仇恨。现在京城内可有10万凝霜军，如若萧齐要反，那是易如反掌。哼，你觉得萧齐会反吗？ 他是义，对大成他是忠，忠义难两全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若是萧齐反紫檀，苏一博，你会作何选择？
拜见大王王妃！哎哎，快快快！不用行刑大礼，这样反而显得身份了。桓，现而今你是朝廷的素衣钵，不再是我的部将，不必再行大礼。桓永远是大王的部将。大王，不如你跟桓好好叙叙，我带玉溪到后院去转一转。 这里啊，也算是你和桓住过的家。我和大王都特别高兴你们回来。早就想回来看王妃，可桓如今不能太急，朝廷里的人都盯着他和大王。也是，桓如今不如以往，做事还是要谨慎小心些。 还是原先豫章王府的日子好，简单、踏实。他待你不好吗？没有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平时吃穿用度都给我最好的。可是，我总觉得他对我没有那么亲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他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要做什么。总之，看不透他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女人的直觉，也不一定都是准的。 就是朝廷里的那帮士族居心叵测，他们就是要挑拨我和大王之间的关系。你我二人，寒族出身，又都是凭借战功，封王封伯，有人看不惯，有人不盼着咱们好，能理解。 他们不知道，我和大王是共生死的兄弟，那是他们能够挑拨得了的。大王，桓如今虽然在朝廷里做官。 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，我是宁朔的将士，烈月山这边，大王王源，那么多的兄弟，就那么惨死了。桓知道此事的时候，痛心疾首，发誓要查出真相。这半年来，桓一直在调查此事。 直到今日，桓收到信件，有着重要的线索。忽然传来的密报。
曾追逐远去的戎马，若思念尚优雅，为何刻在天下，泪刻凄清难加。听风哭哑如千丈北家，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，此去鲜衣怒马，归来迎你温雅，心难舍放不下。等沧海洗尽了铅华，与你花前月下，因为你此生才不生繁华。相约于春秋冬。